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Barry，今天来教大家一个非常快速、非常简单、非常好做、非常好学的这么一个魔术。首先用到的是这样一副枯荣，黑枯荣，非常的好看。如果你想购买这副牌呢，一上来就打广告，这怎么能行？如果你想购买这副牌，链接在底下的简介栏。好的，那这个牌呢，看起来没有什么猫腻，等会儿我会告诉你猫腻在哪。不过，魔术之前没有魔术师会告诉你这个牌有猫腻。那可以给观众洗洗牌，我这里没有观众呢，就免去这个步骤吧，好不好？你们也知道为什么，咱们就暂且免去这个步骤了。那接下来呢？我从牌堆里啊，像这样拨牌，像这样往下拨牌，观众可以在任何时候喊停，停到哪儿我就把那张牌亮出来给大家看。好，观众随意喊停，没有观众我就随意停，停啊。假如说停在这里是什么呀？是一张这个红桃三，我有一瞬间觉得它是黑桃三。好，接下来可以给观众洗牌，没有观众我就自己随意洗洗。洗到差不多了呢，我就开始找牌了。非常简单，怎么找呢？要利用这个地心引力，很悬，这个不能随意的。嘿，找牌找牌，是不是这张啊？不是，这个太普通了，一点表现力都没有。哎，利用地心引力，唰的一下啊，把牌找出来。怎么找呢？仔细看，这个方式很特别。我先像这样拿住牌。然后仔细看啊，一二三，有一张牌掉出来了。这个牌是什么？会不会是你的红桃三，对吧？红桃三没有记错，红桃三是不是它？哒哒，果然就是这张红桃三，厉不厉害？非常的厉害，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怎么完成呢？非常的简单啊，首先你需要有一张红桃三，你也可以用其他的牌了，这个无所谓。但是要注意这张牌呢，对比正常的牌。哇，起手一张黑桃三，可以对三，对比正常的牌，你会发现这个牌呢更窄，有没有？这牌更窄，相比这正常的牌，这张是正常的牌，这张红桃三更窄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把它的两边啊，这个竖边各自剪掉了1毫米左右，或者是0.5毫米，非常非常细的，剪掉两边一点点，剪一点点就好了。所以说正常放到牌堆里看呢。是看不出来区别的，但是如果你这个仔细看，还是能看出一点点，对吧？一点点窄。再加上我本来这个牌垫就是黑色的，所以说很难看出来。这就是有一副黑牌的重要性。黑牌子哪里买？这副枯荣在哪里买？在底下的简介栏。有了这么一张这个窄的牌之后怎么办呢？把这个牌啊随意的放进牌堆中间，随意的放进牌堆中间，无所谓。接下来这个就厉害了，怎么样让观众选到这张窄牌呢？如果你牌堆里有一张窄的牌啊，你会发现这里有一条缝。如果你往下拨牌，你就会非常轻而易举的嘣儿卡到那个这个红桃三的位置。我们来看，嘣儿卡到了这里，对吧？嘣儿在这里，百拨不厌，每次拨牌都能卡到这里。无论这张牌在哪，切切牌，嘣儿卡到了，对吧？就是这样。接下来呢，就让观众喊停。无论观众停在哪，无论哪怕观众在你刚播到刚开始播，观众喊停，你也要一使劲，嘣儿，播到这个嘣儿的位置，把这张红桃三亮给观众。无论观众在哪里喊停，嘣儿，播到这里给观众看，观众选了一张这个红桃三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可以给观众洗牌了，的确是可以给观众洗牌，但是呢，给观众洗牌难免会留意到这个牌堆中有一条缝这不太好，尽量还是自己洗。不过自己要是不愿意洗的话，给观众洗洗牌，给观众切切牌也是。无所谓的，可以给观众完成。好，接下来把牌找出来，因为这张牌比较细，对吧？因为这张牌比较细，比较窄，所以我拿侧边的话，这个牌呢就会自己掉出来。但是呀，如果这一整副牌夹得比较紧的话呢，这个牌是掉不出来的，需要用这个 waterfall 的起手式，瀑布落牌的起手式。仔细看哟，手指这四根手指和大拇指没有一点弯曲的，非常直的把牌往下压，像这样，不要这样压哟，这样压，非常直的往下压。仔细看。如果把牌放这里，放在大概第一个指节左右的位置，好吧，我如果把牌放在这里，非常直的往下压，刚才什么也没发生，继续来，非常直的往下压，你就会发现呢，这个牌会变成一个 D 字形。好，如果这个时候你再拿住两边，用另一只手把两边夹住，这个牌呢就会变厚啊，变肥，变空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把这个牌直起来，你会发现这张牌呢，这张窄一点的牌很容易就往下掉下来了，因为你并没有，你拿到两边的时候，其实并没有拿到这张牌，对不对？抖一抖，
哎，这张牌就掉出来了，红桃三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有没有学会呢？接下来呢，就是广告时间，大家都知道 TCC 这个淘宝上的扑克经销商吧？最近 TCC 出了一副自己的牌，是一个真的是个人认为，撇开广告不谈，真的是非常非常酷炫的，非常非常帅的，非常非常中二的这么一个就骷髅死亡这么一个元素的中二牌。过一段时间我也会拿到这个牌的样牌，在这之前如果有想要了解的亲呢，可以参考底下简介栏的链接。好的，那就是这样，我是 Barry，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